接下来他会获得了一艘船和一个船桨啊！谢谢，好，送他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，哎，不是这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？想哭就哭，懂你，懂你，好，哎呀，重生啊！少林有这么厉水的吗？你快点的行不行？咱别磨叽了。再来一个。哎，谢谢兄弟。还行还行还行，马上快满了。我觉着挑水不是一个好事儿，我去找大小姐去，最起码我有个手绢，对吧？大小姐去哪儿了？那舅爷去哪儿了？那刚才晋级的那几个人去哪儿了？一问三不知。他们去哪儿了？他们去哪儿了？你知道吗？哎，对了，刚才大小姐在阁楼里。来吧，爹爹。你怎么才来呀？我都等你好久了。爹爹。爹爹。哦，爹爹，嘿，爹爹，我爹爹，我好久了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好，够沉了。你们不是都想要自己的孩子吗？哎，试验一下吧，抱着自己的孩子，里边有三间房，给人哄睡了。哟啊，好家伙，好，这挑间房，都给我，你跟我走。为什么？你跟我走。为什么？因为，哎。哎呀，好吧，好，幸亏我没挑那个。来，你就这间吧。好嘞。哎，谁先哄睡了，谁就获胜。我看看那边。咱们休息休息好不好？好吗？走。那平常在家里都几点睡觉？你得在家里睡午觉，爸爸让我睡午觉呀。爸爸会让你睡午觉，那你今天睡午觉了吗？没呀。哦，太好，没有睡午觉。那你一般怎么就能睡了呢？睡得特别快。如果我中午要睡觉的时候，我一下就会睡着。那你现在晚上你怎么办呢？就到点你睡一会儿呗。到家我很晚才睡。哟，这有点难度了。这个这么着吧，咱们试试成吗？能配合一下叔叔吗？咱看看咱能不能睡着好吗？这么着，你躺炕上吧，好不好？枕枕头吗，宝贝儿？枕个枕头。高矮啊？这么高行吗？来吧，你躺这儿。你看啊，哎，你看这是什么？你看这是什么？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个学名啊，叫乱码七糟的。我看到了。看到了哈，这只眼睛应该要闭上。对，把这个眼睛闭上。对了，你看啊，你尝试性睡一会儿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模型。完了，好，你上这个，我早上不给你看这个了。你觉得这个好玩吗？好看啊。好看哈。就是因为这些形状它导致它们的。哦，对。哎，先不看这个了。你不看这个。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，好不好？ Okay, 来。讲一个故事得了，好吗？记得要讲短一点的。啊，讲短一点的，你爱听什么类型的呀？什么都行。好，给你讲一个狮子王的故事，好不好？
在遥远的非洲大草原上，狮子王跟他的老婆孕育出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孩子，叫辛巴。他是一个小狮子，就像你一样，平时在草原上特别开心的，叽叽喳喳的，每天跟着各式各样的动物在追跑打闹，有着花仙雪原的小裴和呼拉瓦星王国王的使者来福贺咪咪。终于到娜娜佩奇带着艾莉走了，娜娜说：“孩子也不睡呀。”你知道蛇最怕什么吗？神猴眼睛一亮，有一只神鹤带我去借过来。陀螺急忙射出一只蛇箭。哦，没关系。那躲避，这我讲我的，你们俩人闹你们俩的。干脆咱甭睡了，咱仨一块闹得了，好吧？啊，咱不睡了，咱什么第几呀？是不是？你俩高兴得了，好吧？不想睡，咱不睡了，行吗？小辛巴好奇的在森林里边跳着唱。阿库南塔塔，哎，这个机器你可能是拍的。大舅舅，干嘛？我觉着呀，小姐刚才给我一手绢，她肯定是对我有意思。我觉得就这么淘汰了，有点可惜了。我还有什么办法能争取一下？我也不是那个挑水的命啊，是不是？我刚才过来挑了一桶水，我觉得，哎呀，这真不是应该一个孤儿干的活。一个什么？孤儿，一个孤儿干的活，不是孤儿。你就这个嘴啊，孤儿！我刚才表现可好了，小姐肯定喜欢我。行吧，那你等着，跟我一会儿去见大小姐。真的行啊？那有什么不行？谢谢舅爷。对。舅，哎，稍微稍微，怎么不睡？哎呦，来，你们哥俩就随同着我去见大小姐，咱们走。你们俩现在可以去岛上见大小姐了。有坐船的吗？